很久以前，有位高傲的矮人布罗克，他是凡人国度里最好的铁匠，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直到有一天，一位陌生的老人来访。大家都认为你是位好铁匠，布罗克，只不过听说雷神索尔现在比较喜欢你弟弟艾崔，他还嫩得很嘞。艾崔当然比不上你，可是他现在要前往山底下的冶炼场，他计划为神明弗瑞尔打造一只巨大的金属战珠。金属战珠？那是我的主意，艾崔根本就想不出这样的东西。我们说好要一起完成的，打包拔营了，前往冶炼场。有Skipan Timbershed Something Sun. 看树旁有个圣器 Tilbuin Something Yervin Something Something。这条路通往洞穴冶炼场，但是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服侍他就会知道，并且找到风暴在阻止我们。Tilbúin, já. Tilbúin? 油车会载运我心爱的工具。洞穴那里，我们至少需要四部牛车。当然，我本人也会去。树旁有个圣器 Skipan Skipan 他完了，我们得再找另一个。有 Something 圣器 Skipan Sat 有 Skipan Tilbúin, Yervin, 有什么？小矮人，不准踏入我的领域。Tilbúin, 开始下雪了。Tilbúin, 越来越冷了。树旁有个圣器 Skipping horses like something 圣器 Something Skipan 贝西露露贝 Skip something Skipan something 艾莫克莱贝尔泰尔西博西。太好了，我所有的牛都安全了，真是感谢万分。请走这条路，走到底就会到达冶炼场，路上小心喽。Where are the elves? Something. Yeah, the elves. Yeah. Yeah, yeah, something. Sat.Something. Yo.
Jau, satt. Ég vil til orustu slag. Atrás. Hver er það tilbúin? Já, já. Skýr. Ég vil. Tung shi zai ai tui de tsun zili, ye ju shi shen de na yi bian. Ni ge ge bu luo ke zheng qian wang shen di xia de yan lian chang. Ta ji hua da zao yi ge da xing de jin shu guai shou, yao xie ge shen ming fu rui er. Bu hui shi jin se zhan zhu ba? We me liang ji hua le na me duo nian, ta dan gan diu xia wo, wang xiang yi ge ren du li wan cheng.我想他在献给福瑞尔时一定不会漏掉你的名字的。再说他不是你大哥吗？由他来代表你们家族是最好不过了。其实你应该留在家乡保卫你们的村子。留在家乡让布罗克一个人独享荣耀？不，他想都别想。大家动作快，赶快采集资源并建造码头，我们得从水路到矿区去。Skipan timber ship. Hver er samþykkt? Já, samþykkt. Tilbúið. Ég satt. Yan hai de tu ji bing cun luo yi jing jiang hu gong ji hao ji ge xing qi le。小心，多抓海瓜！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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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没错，艾崔已经到这里了。到演练场，那只幼秀还奈何不了我。艾崔已经夺下演练场了。听不要，要，要，听不要。Samvikt, skipan, satt.洞里的食物不多，大部分是熊肉和血盲鱼，看来我们只能吃这些了。Sat, hver er samþykkt? 艾崔快要完成战争了，我们必须阻止他。Hver er þar til orustuslag?我们已经虏获艾崔几艘渔船了。要 something 要我们已经虏获艾崔几艘渔船了。something 要 till orustu slag 要冶炼厂是我们的。艾崔已经夺下演练场了。要上的要 ，skip， 要，也得要。演练场是我们的。something skip， 要要。Fair er það。布洛克，你竟敢偷我的创意！
你的创业真是太可笑了。我史考特，你在这里做什么？谢谢你为我打造这只战猪，小矮人。说真的，你以前蛮没创意的。艾崔，这一切都是洛奇的诡计，是他射箭让我们兄弟俩彼此争斗。他偷了要给弗瑞尔的献礼，我们要把那只战猪夺回来。我们已经进入洛奇的领域了，艾崔，我们必须小心点才行。在那里，伟大的金色战猪。邪恶之神洛奇的喽啰可能守护着他，那是弗瑞尔的。来，我们得先招兵买马，才能击退他们，夺回战猪。听说，只要有人摧毁邪恶之神洛奇在这些山中的神殿，诸神国度的众神就会赐福给他。真的吗？那就让我们来试试把那座神殿夷为平地。有，有。我们的文明已经演进到神话时代了，我们现在可以使用许多技术。有。我才告诉过你，我们得到众神之父奥丁赐予的狩猎机。每个人都至少会对一次。众神之父奥丁再次赐予狩猎机神力庇佑我们。神布拉基已经赐予我们火焰兵器。是神布拉基已经赐予我们火焰兵器。我们得到天剑守护者海姆达所赐予的破坏术。我们得到天剑守护者海姆达所赐予的破坏术。吃神布拉基已经赐予我们火焰兵器。听不水。我们已经得到火烧森林的神力。我们已经得到火烧森林的神力。我们还是得到金色战猪那里。于是布罗克和艾崔夺回了他们的战珠，并献给弗瑞尔。弗瑞尔相当满意他们的创作。邪恶之神洛奇这次被打败了。几年后，矮人们会再度穿越洛奇的领地，不过那将是另一段故事的展开。